非常适合这支战术。今天啊，是两个180以下的小后卫之间的对决啊，好球啊！凯里蒙斯你这次呢是没有投中，哇，超远距离的一个三分又中了，上来之后两记外线投射全部命中队友。而这个就是延续性不高，得分点的确比较少一些。哇，哇今天克莱蒙斯厉害！今天克莱蒙斯真的是吕德豪在换防，给出来之后，克莱蒙斯再来一个吗？哇、哦，第四个单节四个三分了。大个踢上来，好球！对，好球啊！传的好！哎呀，这个球竟然没放进。任何球队来说，都是非常可能是对于山西队，你在打山西队过程中是一个顶级的一个。而且葛兆宝的这个进攻的方式，中远距离，没错，应该是非常清楚。哇，朱旭恒这个球，而且其实啊，对于他这个身高的球员来说，又一颗啊！哦呦，我的天哪，今天真的是。但是毕竟三打一的一个机会，这样处理可能有一些冒失。没错，朱旭恒还是在交出来。再来一个吧，超远的三分，哇，我的天哪，单节10中6的三分啊，给过来，哇，太重了，克莱蒙斯还有这边进攻啊，威姆斯啊，这个又是一个无谓的这种失误，凯蒙斯完成了一个扣篮，今天克莱蒙斯打高兴了，还是交给阿布杜沙拉姆，还是小打大拉出来，真要三分再进，今天真的是这牛皮糖一样啊！好球，好球，阿尔斯兰外线大空到三分球，今天我们的运球，哇，谁说我累了还来，哇，这个中场休息感觉要去充了一下电啊，这这个球给的有点危险，其实朱旭恒再找克莱蒙斯外线三分球再进，我的天哪，秦志强这边有经验，不让你上去形成掩护，中路突起来小抛射再打进45分，接掩护之后坚决的加你，哎，谢尔扎提好防，前场三打一，要三分，哇，我的天哪，48分，我们就一个个球帮他算啊，大个踢上来啊，小打大，后仰的中距离再进啊，朱旭恒在场边要上，再来一个，哇，53分，今天真的是出来看上帝吧，这威姆斯来防他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这个真的是状态好起来，怎么扔怎么有，上来之后的效果体现出来了，是的，而且就是你让蒙罗接球的话，你不急攻，嚯，一打五吗？哦呦，一打五啊，真厉害啊再来看一下，